诗篇第八篇，一节，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遐悬大，你将你的荣耀摆设伫天里，你因为敌人的缘故，对婴仔甲食奶的嘴建立能力，予敌人甲报仇的竞争。三节。我观看你的手所创造的天，甲你所排列的月甲星宿，就讲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伊？世间人算什么？你竟然眷顾伊？你予伊比天使微小一点啊，阁赐伊荣耀尊贵做冠冕。六节，你派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。和万米就是一切的牛羊、产业的遭受、空中的鸟、海内的鱼，甲囡仔经过海路的，拢伏伫伊的脚下。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遐悬大。